可以通过练习来达到刚刚这种花样教一个动作好不好，就是这个放绳收绳的这个动作。好的，好，首先可以把我们左手的绳柄扔在地上，然后呢顺时针画圈，对对，就这样转起来了。好，然后轻轻的往上一挑，转挑，好，就可以拿到了。好，老师你给他们一分钟时间练习好不好，老师到我这来，给他们一分钟时间练习，然后单个表演。老师你先告诉我怎么转起来。老师左手顺时针这样轻轻的转，你刚刚那个转得太快了，这样就太快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用左手去接他，接他，对，帅起来，接左手接他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这个动作一般像我们专业的话要练半年以上。好，现在这样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孙天宇请出列，赵小棠请出列。首先是孙天宇，走，非常的稳健，哇，很顺很顺。好，现在来自好六团的赵小棠，哇，非常稳呢，哇，不得不说动作更加干净利索，漂亮了，哇。好，刚才呢是优秀组的表演，现在是秦霄贤和周深，上吧。我晃不起来，我也晃不起来。老秦，我们俩就比谁先抓住，好不好？行。现在他们俩擅自改变了游戏规则，比谁先能抓住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周深要抓住，周深要抓住，周深，周深，周深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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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拜下风。中间周深啊，面对这个神儿啊，应该不会影响我的歌唱实力、不会不会，只要你以后答应我不要一边跳绳一边唱歌。好，各位请坐。